在这口经历过时间沧桑的船锚下面发现一只毛蛤蜊啊，呵呵，这个差不多一斤重，这个确实很大，收了带回家。石头底下有个大家伙，呦，还想跑还上货，嚯，好大的一只赤甲红呀，收了。发现一枚紫色的派大星啊，这样的海五星是可以食用的，下面就是它的触角。这里有条爬行的痕迹啊，这里面肯定是有货的，看看是个啥呀，哎呦，好小啊，一只小香螺。看看这条鱼啊，这是一条，哇，哦，这大嘴巴，这是饿了吧啊，它叫龙尾鱼啊，看看它这长长的大尾巴。有的小伙伴说能不能抓一只河豚让它生气啊，你看看它气鼓鼓的肚子，还有这萌萌的小眼睛，哇，好大的一只月亮贝啊，这个带回家做个装饰品非常的好看。今天有幸抓到一只活体的带鱼，看它身上明晃晃的，那就把它放了吧，让它回归大海。再见了小带鱼。礁石上发现了一只小可爱矗立在大海之中啊，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它名字？